不行了，我得吃个气泡果汁。哎，有用哎，然后直接跳过去，这样就不用二段跳了。我可真是个机灵鬼，虽然这样作弊有些不好，但是让我完全靠自己跳上来，我技术还不够。二段跳，你玩够了吗？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嘲笑，说的我好像很喜欢这个二段跳一样。小心一点啊，这里面是毒刺吗？啥也没有嘛。哎，终于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方块了，我得赶紧靠着这个气泡果汁的药效还在，能多跑一关就多跑一关，万一上面还有空中二段跳。哎呀，快走快走，哈哈哈。作者，你这个牌子放在这儿，攻击性不强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哈哈哈，又来二段跳了。嘿，不过我的果汁特效还没有消失，跑完这一个二段跳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我再加速一点还可以再跑跑。哇，真是太刺激了，再坚持一下就到终点啦，嘿嘿。跳地毯和栏杆，加油，这是最后一关。哎呀，栏杆我倒是不怕，但是地毯加栏杆肯定就得小心了。没事没事，是个烤鸡重振旗鼓，跳这种毛毯加栏杆一定得稳稳地站在栏杆上，忽视毛毯，只剩下一点点毛毯了，开心开心，马上就通关了。找钥匙找钥匙，钥匙找不到别怪作者，找到钥匙放在鸡眼上，钥匙没有钥匙啊，不会是在起点没拿吧？不是吧。啊，还好还好，看了一眼美丽的自己，发现钥匙原来就在脚下，小粉丝也马上到终点啦，那我就先去传送点后面等你吧，嘿嘿，结束屋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我爱半拉，这个地图好玩吗？半拉姐姐希望你能投快，吃掉星星结束游戏。星星在哪？找不到不要喷作者，提示在结束屋中。我哪知道呀，这星星倒是没有，但是神器是有很多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火箭炮，火箭炮长得好像鲨鱼呀，坐上我的王位，然后呢在这等着小粉丝的到来。我突然有一个绝妙的计划，要不我就坐在这拿着火箭炮等着轰他吧，让他给我做那么多空中二段跳。人怎么还没来呀？哎，一下没注意到你，你就跑去拿神器了，看我一枪火箭炮。哎呦，居然那么凑巧轰出了星星，完了，这下游戏要结束了。